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Hello， 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师。OK， 现在我们要继续玩去月球。那我们上一集呢，到了一个瞭望塔，然后呢，我们跟了约翰尼，然后这个是在要往年轻过去前的第三次吧。OK， 然后我们道具都拿到，所以我们可以跟他讲画画了。哎，他不理我哎！啊，对哈，因为我们现在是隐形状态下。嘿，嘿，好，开始准备。Sorry， 最佳是显示完成及随便最少步数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哦，想说奇怪，嗯，哦，哼，哎，然后嘞？哦，穿越，激活，哦，看到主角了，还够用呢。这个船付完手术费，剩下的钱也还绰绰有余，所以。别担心了，善意的谎言，人们都这么称呼他来着，对吧？没那回事，我敢肯定，钱足够。别说了，我不喜欢你撒谎。我算过我们的财产，对现状了解一清二楚。为什么你要让我违背自己的信念？我们需要那笔钱支付你的医疗费啊，你哇！我明白安阳对你来说非常重要，但你做的已经太离谱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他甚至不是。你知道什么可以让我幸福吗，约翰尼？什么？你知道吧？好吧，我会照你说的做。我只是希望你在这件事上帮帮我。你哇，治疗方案送下来以后，我不会在上面签字。至于我们的钱要用来做什么，由你决定。但倘若你认可我的理想，我希望你能用它建好那座房子。然后，我希望，只要你还住在那儿一天，就能好好照顾他，多陪陪他，常和他说说话，让他过得好好的。我希望他不再孤单。那你呢？幸福，这就是我的幸福所在。约翰尼，怎么了？我做了这个，告诉我这是什么？是什么？我要你告诉我它是什么？四只兔子，和你做的其他兔子一模一样。还有呢？是用纸做的。还有呢，他的身体是黄色的，其他的部分则是蓝色的。对极了，还有吗？先看看这个吧，利娃。
谱了一首曲子，是为你而写的，挺好的。那你想先听听吗？好啊。其实你大可不必为此把整架钢琴都搬来的，我隔着门也能听到你弹的琴。这首曲子叫《智利蛙》，怎么这么土？这个嘛，你当它是个站位符就行了。提到那个安雅是谁啊？如果他这么重要的话，我们应该能在他之后的记忆里见到他才对吧？我猜他后来压根也都没遵守诺言，除非什么？没什么。喂，这首歌和之前那些孩子弹的同一首，没错吧？我猜是他教他们的。行了，你知道的，我这种男子汉可不习惯这种场面。我要出发了，我已经搞定我这边的记忆连结。你是打算搭个便车，还是想自己搞定？但是留下探索啊。你先走吧，我会赶上你的。你不怀念那段能合法把记忆音频转换成 MP8 的日子吗？我记得我看这行的同一年，自顾带了2000多首歌回家。其实那个梗不太懂，虽然我有经过 MP3 的时代，可是刚我听不太懂。哎，等一下，我刚是不是存档了？好吧，我想说原本可以读档看一下，如果跟他一起走的话会怎么样？不知道女主角是生的丽蛙是生了什么病还是什么的，但是她很显然不想要用那些钱治疗自己的病，而是想要让另外一个人安雅过得很好。所以你看人嘛。对另外一个事情更关心于自己的身体，这才是爱。我的笔记智利蛙，看一下，一首约翰尼写给他妻子乐曲开头预留的位置。哎，没有啊，这首歌真的好听。我的笔记的图纸，皇帝的新装哦，就这本书吗？好，给我两颗了。记忆连接，好，我还要再3颗。一锅揉好的面团，一瓶腌制的橄榄，看来某人真的很喜欢这些东西呢。腌制橄榄，我记得在很久之前，他的家里也有发现。尼古拉斯，听着，这根本行不通。那我把它拆开搬运怎么样？看看你我吧，约翰，我们早都过了搬得动钢琴的年龄了。你知道，如果他对你来说真的如此重要，我愿意出资请专业人士来做。在拯救那座房子方面，我帮不了你什么，所以这是我只能为你做的。哦，等一下，哦，是约翰尼把钢琴帮他楼上吧。好，这边看，我不小心走了。其实我觉得，就是每一个记忆连结可以做一集，那大家会比较好欣赏一下。我觉得啊，好了，
我们可以跳跃了。各位不觉得很感人吗？虽然还不知道真实原因发生什么事，不过我觉得已经够感人了。就是光 这几句话啦，就已经很够感人了。刚刚好，最佳是4次。好啦，我们这期到这边结束了。那喜欢频道，欢迎到我频道左下方的图片按个订阅，欢迎到红色的小框框打按一下订阅哦。然后订阅旁边有一个小铃铛，如果你是手机的观众朋友呢，那记得把铃铛打开，然后你这样就会我更新之后，你就随时收到我的更新的消息啦。谢谢大家会喜欢去热球这款游戏，那谢谢大家这期收看哦，谢谢，拜拜。